好，我们现在先开一个新的，那这个尺寸就204104。那因为是放烟火嘛，所以背景我就设黑色的 ，OK 吗？哦，可能在晚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 OK 的，我现在就把那三张把它叫进来，就是阿丢，你要一张一张来也没关系，我就三张一起来比较快。好，我就把它选起来，一样按着丢进来。那按着丢进来有一个好处，它预设就会丢在正中间，我就不用再去找。好，它预设丢在正中间。那你看左手边有没有一二三嘛？所以很明显的，第三张就叠在第二张上面，就叠在第一张上面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只是要做动画而已。那你看看哦，哈，我们刚刚这个效果的话，淡入、淡出、淡入、淡出，有没有？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做，你先把这个场景先准备好，来，再做好我们就做淡入淡出啦。我通常我就偷懒的，就先一起三个一起来做也可以啦。哦，位置等一下再移没关系，淡入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也做淡入，先从没有到有就淡入哈。那从这边淡入，做好我稍微把它往后退一下，你看一下哈。这个往后拉，你看看哦。如果说淡入，我从这边是不是就进来了？看下面哦，哈。来，我稍微拉上来一点。好，这样是不是淡入？那我这个再摆它上面，你再看一下。我要重叠，因为你有重叠，中间才不会有一个什么突然变成就是淡入完，然后又变又一个黑色又淡入。所以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像花火安内哈，比较安内淡入有没有一个出来了？有没有交叠？有没有？哎呀，那其实这个时间轴，你把它想，你是导演的话，这就是什么演出的顺序嘛，出场顺序啊。我可以透过出场顺序，是不是让看起来就不一样哈？那所以这上面也是一样，你看这个这样看起来就好像有很多嘛。那如果你不够的话，你可以再丢，哦，可以再丢进来。那假设这样 OK 的，我就在后面。你现在都淡入了，淡入是不是？你有发现这个淡入到这边是不是看得到？这个淡入看得到，可是因为两个重叠在一起嘛，所以上面第二层是不是又把第一个颜色就遮住了？那么到第三个它又淡入了，是不是又把第二个又遮住了？好，那后面呢？如果它出现了一段时间，我现在就到后面做一个什么淡出。它淡出就是从有到没有，所以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它自然的就会看到谁，就会看到第二张，对不对？到这边是不是自然看到第二张？你看我从这里本来是这一张，然后又淡出，有没有？淡出就看到第二张啦。好，所以你这边进来淡入，然后呢淡出就看到第二张。那我大概在这边，我再做一个淡出，第二张再做淡出会看到谁？第一张。有没有啊？第一张要不要再做淡出？随便你啦。为什么哈？因为你在做淡出，就看到谁？看到背景，背景的黑色的看你啊。你也别个做淡出嘛，不要紧啊。好，对啊。所以说，你如果又做淡出，那这边其实因为我们 Flash 本身预设会怎么样，不断循环播放。所以其实如果你这样做，你看呢，我从这边是不是就有一个淡入了？所以等于说，你淡出之后，事实上到这里自动就会回到这边，再做一个淡入。了解意思哈，嘿，都可以啦哈。你看，那如果时间不够多，你就看要多放几次也可以。好，比如说我到这边了，淡出了，那我在这边再做一个淡入啦。好，再去做淡入淡出，反正排出来的最后结果，我们就是用这样三角形的，对不对？嘿，但是有的同学做出来会变倒三角形的，他永远都看到同一张。然后说奇怪，为什么淡入淡出没有效果？等一下，你们自己做就知道了哈，因为就是有的，所以我再强调一下，我做是这样子。好，你试试看看来。好了，我现在就剩下什么？那个线跑来跑去的，对不对？线跑来跑去，没有就扫来跑去。来看一下，因为 Flash 本来就是向量的嘛 ，Switch 当然也是。你看那工具列有没有画圆画方的？还有画这种有没有圆角矩形的？我们用这个就好了。那我用什么颜色？你点到之后，我现在用一个白色的，好了哈，白色的。可以吗？好，那如果你要半透明怎么办？
这里点开有没有看到右手边有个叫阿尔法？阿尔法就是那个色透明度，这样了解的哈。虽然它没有叫透明度，但这个就是那个透明的。所以如果我这个先设50好了，等一下我们画出来就会有半透明的效果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就从这边画一下咯，画一条哈。好了，画完了，等一下好像没有变路。有，你看我把它拉上来，有没有半透明？有了哈，有一半透过去。好，那我画好之后，我就摆在这边。请问你，其实那个线事实上就是这样跑过来、跑过去而已嘛。那你就多设几条不一样粗细的。可是你要做动画，你当然可以像我们刚刚那种方式，就是说，哎，点到这边，然后加上一个移动。但是安尼有小可较袂复起啦。好、哦，你也要较紧的，有另外的方式。好，我们来这边看看哈、哦，有没有一个叫做滑动？它有分两种，一个是进，一个是出。那这个就是相对位置来讲，假设我现在要以这个地方当做是我的最后结束的地方，我现在画的这地方当做我结束的地方的话，我就是怎么从，是不是要从右边进来，对不对？这一起结束的时候在嘛，那就是要从右边跑过来，所以我就看，哎，溜右边进来，好像就好了。对啊，你看一下哦。从这边有没有从右边进来？那你就不用这边拉来拉去，因为它自动帮你把那个整个场景的宽度就加进来。好，那我现在会做一条，我可以做另外一边吧？可以啊，好，那我就做细一点点的，粗细你那个透明度你可以再做调整。好，那这个我现在是放在右边，所以如果你要用刚刚的概念，就是在这边从左边进来了。所以我这样就有两条，有没有？但是我们可以让它怎么样，尽量交叉一下，有没有？可以接受哈。其他那几个是不是都一样？画那边用规调，那粗细稍微调一下，然后呢，透明度也稍微调一下，就有那个效果了。稍微重叠，然后尽量不要说孤孤单单一条慢慢走过去，这样看起来就没有那个效果。好，说假设你不要那么多格的话，我在这边。你看，我先针对这个好了，这个是不是左边这个？当我叫它从右边进来，它是不是停在左边的？就到这一格就停在左边的。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叫它从向右边跑出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来用另外一个滑动，我们刚刚都用进入的嘛。那我可以叫它，哎，阿伯利乌右边出去，有没有？所以它就会先从左边进来。再往右边出去有没有？假设你要重复利用，你就这样出去就好了。那如果你觉得，比如说有时候我可能要出现第三条，那你再去画第三条。那现在这个出去了，可不可以叫他再从左边出去？可以嘛？哈，哎呀哎呀，要叫他要把他累死就是这样子啊。从 左边出去，啊，从右边出去，从左边出去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这样就重复利用了嘛。那你可以再画第三条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永远都是两条在那跑来跑去的，啊，你可以加增加一些变化性，让它有时候哎出现，就比较不会就是好像太过制式，哦，会有一些变化。OK，那我把画面还给你。你要加上超人姐，你就点到场景上有没有？跟早上一样嘛，在这个场景这边是不是在这里单击有没有转到这边？其实你如果早上用到现在，它会记住啦，它会记住你最后一次用的。所以那个网址会留在这边，好，那你就自己再改一下就好了，OK 吗？那没有问题，就从这边是不是就把它做一个汇出的动作了？这样就出去了，还了解啊哈？好，那这个呢就先到这边为止了。